今天哎呀，讲一个天嘛。好嘛，今天呢，教你们天嘛，因为我想运动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哇，这个辅助工具有点看不懂。像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么高兴？我贴膜根本就不需要这些。不是我这个膜哪好的，为什么让我撕它呢？展示一下你高超的贴膜技术。这个贴膜，这个是没贴膜，包括手机都是光钢化的，为什么要贴膜呢？开始拍了吗？拍了。新的一天又来了，我们先用这个什么酒精清洁湿巾，再擦一张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两张，就不要浪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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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拿这个干的湿巾，擦这个，擦干的湿巾，干的这个什么？布给它擦干，擦干了再用这个，哪里有灰尘就去哪里贴贴贴贴住痛。哎呀，北京灰尘太多了，不适合贴膜。你握着来的灰尘，天啊，贴不了。然后只要对准，呀，这是什么膜啊？怎么感觉不一样啊？一拉就是上去，然后你需要找一张银行卡类的东西，快给我一张银行卡，你随便拿一张什么卡，身份证也行，公交卡也可以。这个卡号不要让刮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看着。灰这个是错误的贴膜方式。啊？为什么？它就是这个膜，它边上有好多气泡。这个膜怎么看分辨呢？你就看中间是没有气泡，就是完美的。老板，你贴膜收费吗？不收费，我给自己贴膜多少收费？义务帮别人贴吗？我们的膜要是想换了，可以找你吗？